Hello guys， 我是 Zico，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 NBA 2K25 辉煌生涯模式，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新练的招数啊，在石头地板硬成这样头转啊，只有我才可以啊。各位观众一定想说，Zico， 为什么你要站在 REC 球馆这边开场呢？没错，仔细看，我最近这只角色呢，开始都会打 REC 单排啊。这一代 2K 工人就是一堆飙车族啊，每个都在飙车，哇，有够吵的。所以我也来飙一下，很久没飙了。顶级甩尾，超爽的。目前我们生涯主线任务成为一名先发，四次我们已经完成两次了。个人目标 NBA 总冠军就是获得季中赛冠军啦、啊。所以下一场关键比赛要对上牛奥良鹈鹕。那我本来想说鹈鹕队应该蛮烂的，我私下打就好，直接拍给你们看金块队。但我发现鹈鹕队战绩居然比金块队还好，而且他们分组排名第一，胜过勇士、灰熊、黄蜂、拓荒者。我们这个角色，哎呦，新动画有没有帅？哎呦，没事，我们 PG 会有卢卡在，全联盟没几个人赢得了他。帮卢卡做个挡拆，三分线直接投。哦呦 ，Defense， Williamson， 哇靠，挡一下，看这下这外拉这外拉 ，Irving， 汤神给我，有了，哎，对方跳了吧，轻轻松松 ，Williamson 是不是？火锅里面都是我的。速度很快，这边快，有，我们直接硬干，外线打空打，你怎么还不投？算，二 K 逻辑又发作，你要怎么不投啊？我一打低位他们就包夹，导致这边直接空档。再一次直接空档，卢卡直接出手，速不速？你们来包我就给卢卡。哎呦，碎。有呢，这场队友有 carry 哦。第一节快结束了，我们 GOAT 能力主宰开起来，不然等一下约消掉。保护空域，试一下 fade away。No. 这球可惜。我选的这个 GOAT 能力有一个缺点，就是我本身主攻已经99了，它加上去也是到最顶的99，所以有点浪费啊。你们知道火锅99能力很可怕吗？可以开启传奇徽章，今年最顶的徽章，红色的。啊，就传一下好了，到时候不传球被观众讲说你可能都不传球。他都没有想过，我已经盖了十几颗火锅了。不是我不传啊，是教练对我都不会进啊。走了，哇，这速度好快！靠呀，我这个速度这么快，超猛哎！各位观众，我才打这样的时间，右上角已经 A 减了，顶级表现能力。再次，靠这速度，有没有看到这速度？垫步一下，偏一个上去，我自己抓。好，倒没说，这个直接吃了啦。好了，没关系啊。传给我的话，那我就再多吃一点嘛，就是啊，直接补球，小烂，这样也能 highlight 哦。这什么补球？国小补球，往这边，他直接飘头，我的篮板，哇靠，直接被麻辣锅，定位底绕出来，接到球了吧？又回给我，又要我直接干是不是？没问题啦，没问题，挡个，漂亮。这球绝美配合，他求一个更稳的方式啊！又是一个三分球，放屁啦！他怎么那么准？又是错位是不是？不好意思了啦，好凶啊！完了 ，CJ 马卡伦 ，Irving 说他要单打，我们就不帮他挡了，看他怎么单打。帅，可惜没进。不可能吧！我在你面前呢，你想直接空接哦 ，Irving， 慢一点，三分球来一个。目前徽章还没点上去，不太敢乱投啊。有了，卡到，顶级助攻，哇，对哦，你们再不进，我到时候又要被酸民讲说什么？哎呀，你都不传球啦，三小都传成这样子，是他们不进还是我不传球？来，走，快！哎！完了，又要我去擦屁股了，哭啊！你看 ，2K 逻辑又发作了啦，这样子是要怎么带领他们啊？再包，这里大空挡了啦，出手了，好不好？碎啦，就是要这样啦。右上角主宰条快解锁了，所以第五阶段应该再过几场应该就能打开啊。毕竟现在玩的场次还没那么多。鹈鹕队最佳球员居然是 Green， 13分2篮板2助攻，我们17分10篮板3助攻啊。模拟至下一次出场，81-75领先6分。哎呦，这个 Ransom 肌肉棒子哎，肌肉棒子直接被我屌吃。手抱他，
跳跳跳，三二一，火锅下去，威廉森，走走走走，给 K 汤，中距离来一颗吗？你猪肉嘞，居然是一个挡拆战术。好了，我吃一个，我吃一个，我吃一个。哇，可惜我们这一支是可以投三分球的，但就是徽章还不够高啊。搓一搓一搓一搓，哎、欸，不好意思，你给我投，你给我投、哦。啊，帮他挡下应该会直接投，真的嘞，直接投哎。哎，碎，就是要这样嘛 ，K 汤。没有吧？我的天哪，真的不能漏哎、欸！挡到，挡到，挡到，每个人都在帮你们挡。有啦，看到他们投进都有一种爽感。这边跟进，有吗？二加一，不可能啊！我有看到嘞，挡拆，挡拆，挡拆。这个下滑可以吗？直接绕过去，差点以为要被抄了，所以我多打篮下好了，可以吗？注意啦，先来一颗，半场压迫压起来，半场压迫。不要让他们射三分，因为鹈鹕队三分真的很准。你们看，他们三分真的很准啊！挡，帮挡，帮挡，帮他挡，帮他挡，帮他挡。他也选这个三分球吗？有啦。哦，我贴到了哦，不可能让你们继续投喽！我都有看好你们的路线哦，被我猜到了吧 ？Irving，Irving 直接杀，可以吗？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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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么拼哦！这位 Kyrie， 哇！喂，教练，教练怎么关键时刻把我换下来？122-119，我们赢三分，可以啦。所以赢得比赛目标完成。教练关键时刻给我换下来，哎呀，真的是西巴鲁马克斯卡。I've talked to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y say that MP will be inserted into the starting lineup over the next few games. One front office executive from around the league said there is some doubt about MP's readiness to be in the starting lineup. But around the team, the front office, the coaching staff, they are optimistic and they believe that every milestone has been attained by MP and he will only be better with an expanded role. 鹈鹕队有够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人得分上双，有够团结的啦。至于我们的话，我跟卢卡啊，卢卡砍38分，我跟他加起来就砍了63分，然后我抓了16颗篮板，2颗火锅，这个命中率，哇，有没有？有没有屌？接下来关键比赛要对上的是 Nikola Jokic， 联盟最强中锋啊！来了重头戏，可怕的高原主场啊！上来这边打球会缺氧啊！哇塞，我曾经喜欢的球星威少也在对面啊！我们直接模拟之下出场，13-4，直接输9分。这场感觉又超难打，而且为什么金块队球场已经是蓝色了，他们也给我穿蓝色的混淆战术哦，有点不公平啊，看都看不太清楚啊。来来来来来 ，Jokic， 算了，传个出去吧，外星人靠你了。有没有？我的直觉是对的吼，要相信队友啊。谁砍哦 ？Jokic 在面前直接一个高射炮，没把握住。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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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来妹小丑。怕你呀、啊！挡拆！哇，不行啊，我队友不能失灵啊！火锅补防，有没有看到这个补防技术 ？Zico 平均主攻为全 NBA 排名第一，场均5.5颗。来啊 ，Jokic， 怕你哦！哇靠，真的要怕！哎呦，哎呦，这个转身有没有漂亮？有没有漂亮？这什么飘头？火锅，我直接抓锅！看一下这一球 ，Gordon 他先三分线飘头有点扯，然后呢，小丑在我面前抓到进攻篮板，因为我进攻篮板素质很低嘛，然后呢，他以为他轻轻松松了，结果我99火锅，这个单手抱球动作就跟全民街球派对 Oraju 玩动作一模一样啊！火锅三小都已经这样子了，非常高压还没进，跟进，双手暴扣。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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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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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可以吗？这小球单直接抓到进攻篮板，应该 Lively 要换啊！防好，防好，防好，防好啊！挡到，哇，呜，这是电脑传给我的空接，不是我按的呢。啊，不就还好，我按得准，漂亮，漂亮，这球是真的漂亮，传得非常好啊！火锅有我在，都是我的地盘。都是我的地盘，好吗，老哥？挡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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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到！哇，教练再度把我们换下来，希望可以追平啊！
39-23一样落后16分。怎么在包东契奇双夹？这边大空档 Washington 完了，更好，太凶了吧，威少，我都顶着你了，你还僵尸跳投啊？中距离飘一个，哇哦，有没有？我们超像斑马的吼。啊？刚才那球算吗？啊，教练再度把我换下来是什么意思？休息到中场吗？果然44-32，下半场开始，教练给我多上点。落后7分还行啊，有慢慢追上来的感觉，然后继续把小丑的影响力给压制住，应该就能赢啊。这个篮板要稳住，所以。Golden 这个卢卡，这样没办法啦。2K 防守都会空一格，我真的看不懂。唐神跑个战术，有好球 ，OK。其实这一场我把小丑压制的非常好，他没有特别表现。继续跟，我的99火锅他一怕。天哪 ，Golden 太有料啦！好球欸，这球运得很漂亮哦，直接出去哦，可以哦，漂亮，帮汤神挡下，接到球直接喷，这一球就没有挡得这么扎实啊，哇，想说他接到球瞬间后撤步，刚好小丑就好，有没有？这样就做得非常棒，不要让他一直攻框啊，这边 kill， 他速度跟不上。火锅有没有？又是一个关键顶级80B的火锅。这一球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要被吃了？结果没有，我飞天麻辣锅啊！这个威煞好像没有什么功用齁。哇，传那么远，传太远了吧？轻松上篮，不可能吧？我从后面直接补防，给我轻轻松松啊！这个威煞 ，Murray 在他面前的话，应该也吃不到多少优势啊。但没关系，给我打错位就是有优势，这个绝对会有优势的啦，绝对会有的，而且还 N1 2加1，趁这一波气势追起来，丁威迪挡到了吧？外线换一个，小乔丹跳了，那就不客气啦。喂，为什么这球没有按好？小丑还不打算上来啊？传这边，又是一个速度碾压，唐神来颗奇迹。这球应该守得不错，真的？为什么？这边来 Irving， 拜托，有欧神仙，挡个，拜托啊，大哥，那种关键时刻都不会进是？这边有错位可以吃吗 ？Irving 三分球，你说你有空档，我相信你就是对的。可以。当你的队友头上有绿色，说我有空档的时候，传给他，他的几率会蛮大的啦。基本上应该是啦。果然，马龙教练是一位正常教练啊。这种时刻把小丑换上来就对了。刚才他还休息够了。哎，稳住！来，卢卡大传，卢卡可以吗？卢卡啊！大空档的说，阿明说他单打就交给他。他不行啊，传给队友，关键篮板，这球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进？我刚才那球有没有像当年热火霸许抓到给 Raylan 的感觉？哦，跳好高哦，弹跳土鱼啊！卢卡，我看不懂哎，这球我真看不懂哎，防好啊，汤神你进一颗吗？哦，Irving。A few moments later， Irving 在等什么 ？Kyrie Irving， 你也是一个中球，我也没办法自己来啊，因为三分球一定要交给队友啊。哦，赶快三分 ，K 汤不要运了，你 OK， 先来一球，帮你们卡，卡了就直接投了。哎呀，狙了，真的狙了，超不准欸，队友。Oh my god， 威少比我们加两个还准是怎样啦 ？Br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n？ Huge moment on the show today is I am ready to unveil my 又是吕杰 NBA Dynasty rankings. Alrighty, I mean it took you long enough.
Actually, he brought this up 2 weeks ago. Finally, Toby says something. 哇 ，NBAK 里面就有 Kobe 啊，太阳饼里面有太阳，老婆饼里面有老婆啊。No one knows more than me, Russell, about anything. Oof, that is patently false. And you can patently shut it. That doesn't make sense. Maybe not, Toby. I'm not a book boy like you, but I am a knower of ball, and I am ready.To unveil my dynasty list. 所以各位，这是怒火天尊没错吧？我上次没讲错吧 ？All right, here we go. In reverse order, please hold your applause until the end. Number 9, Hakeem's Rockets. I like that. I like that. Number 8, Isaiah's Bad Boy Pistons. 坏孩子军团。Number 7, LeBron's Big Three Heat.Number 6, Bird's Big 3 Celtics. Number 5, Steph's Warriors. Number 4, Duncan's Spurs. Number 3, Kobe's Lakers. Kobe 领军的 Lakers 到底是 OK 时期的吗？如果是前期三连霸，应该是要算欧尼尔领军的。I mean, it's obviously Jordan's Bulls. Wrong! It's Jordan's!这个人写的考哦。Yeah, that's what I said. No spoilers, Russ. I mean, we both said it already. Well, we could debate the definition of spoiler all day long, but what I want to know is,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quite frankly, it's a shockingly coherent list, especially for you, Jalen. But, you know, I think it's, some of the placement is debatable. Nobody cares, Toby. Russ,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a hooper. How'd I do?Honestly, I think my biggest thing is Duncan Spurs. You know, I feel like you put him a little high. What about 5 championships? 是吗？我觉得马刺排量蛮合理的。5次总冠军那么稳。His first championship came in 1999, and his last was in 2014. That's a 16-year span. Right, and the Warriors, who you put below them, won 4 in 9 years. I mean, I could even make the case for the Celtics being more dominant, winning 3-7, including 5 finals appearances and going up against those great Lakers teams. Plus, 哇，这个确实很有讨论性啊，各位。Keeping it 100. Look, those are interesting points you both make. It's clear you spent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this. And for that, I commend you. Unfortunately, it pains me to say this, but you're both unbelievably wrong.And stupid. Okay, we don't need to make it personal, Jalen. It's okay to disagree. Everything is personal, Russ. This is war. Pretty sure this is a TV show. That it is, Toby, which means it's time for a quick commercial break. Back with more Jalen Murphy show after. 这节目蛮好看的，不得不说。这就是刚才节目所说的王朝球队。各位觉得哪些过誉或被低估？欢迎底下留言讨论啊，非常的有讨论性。当你在同一支 NBA 球队打完职业生涯，即可获得团队和个人成就。这些成就能解锁一件王朝优秀运动员外套，你可以穿着它在篮球之城走动。当你达成 NBA 总冠军或拿下联盟 MVP 等等的奖励里程碑时，你将可替外套赢得碎片。这些徽章将赋予你独特的外观，并反映出你独特的 NBA 旅程。So how you feeling about your recent play?Not gonna lie, Coach, I feel pretty good. So do we, which is why we think you're ready to run with the starters. Oh, yo! 先发阵容哦，可以哦。Oh my gosh, that's great!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opportunity. Now, remember when I told you this is a big boy league, MP? Mm-hmm. When the coaches make a move like this, it puts us in the crosshairs. It puts Cliff in the crosshairs, too, because the buck stops with the general manager. Well, like you said, it's a grown man's league, and if you can't handle that pressure, then you ain't gonna make it that far.Glad we are understood. Loud and clear, Coach. It's time to prove you belong, MP. Good luck. 哦，右边一堆人传简讯来恭喜我们，看一下讯息啊。What's up, everybody? I see. 哎呦，居然是一个妹子哎，哎，蛮漂亮的。这种金发碧眼的，我真的很喜欢啊。好想交一个女朋友长这样哦。